太突然了。大马艺人温正光三年婚姻结束，前妻自曝有忧郁症暴瘦20kg， 离婚原因竟是。大马艺人温正光 Winston 三年前认识女友 Christina， 拍拖未够一年谈恋爱，注册结婚，怀孕生子，通通一次过搞定。但4月21日晚却无预警投下离婚震撼弹。今年34岁的温盛光2015年3月底与女友注册结婚，同年9月爱女温子田 Isabella 出世。他受访时不讳言自己与女友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一直渴望30岁结婚生子的他与女友在一起未满一年便达成了双喜临门的愿望。他婚后隔年决定返回家乡沙拉越古晋发展，并加入 My 沙拉越成为 DJ， 而太太也放弃高薪厚职的公关工作陪他回东马专心照顾家庭。两人的婚姻生活维持了三年，不料温盛光却突然宣布婚姻破局，震惊各界。他自责表示，我没办法让他过得得舒适自由，更没办法给予他更多的二人世界的时间，因为我太投入自己想做的事。他也坦诚两人的关系早在一年前出现问题，而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只有当事人才明白，自己不会多加解释，但也强调两人的感情没有出现第三者。Christina 表示他已经尽力挽回他的婚姻，但实在没办法走下去了。他也表示这跟他的宗教没关系，反而是 Ella 帮助了他，因为这个婚姻让他深受忧郁症困扰，几个月内暴瘦 20kg 就能证明他有多心碎。希望两人在未来的路上能幸福地走下去。